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。螃蟹市场。我要搬一家人。不要说话，我在。吃完了再过来。在白马市场，这里是白马沙滩。现在是中午在前方。这是个好热闹啊！上一次我来就住在这前面的，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上海的，一直往前走还没有到呢，那螃蟹市场还在前面，再往前走。哇，这么小的地方竟然能堵车啊。